这疙瘩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就好吧。我直到现在都没整明白，为啥你要选择离开。想往家里打个电话，外面的日子也闹心巴拉，再这个我也贼拉想家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疙瘩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在这疙瘩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就好吧，等我回家。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
人啊，得不到你的心啊，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看不透你的心啊，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。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谢谢谢谢飞机。沉默，先说爱的先不爱，后动心的又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，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，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，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？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的活着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得不到你的心啊，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看不透你的心啊，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得不到你的心啊，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看不透你的心啊，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，还要飞蛾扑火。Beautiful, full, full.